所以这一部宪法从头到尾都跟我们没关系嘛，因为是他民国二十五年制定的时候，我们还被日本统治，还是日本领土。中华民国宪法从整部宪法里面，其实跟台湾人几乎完全没有关系。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请问四八六》。我们这一集的题目呢，非常的严肃，而且也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很会讲、很会谈、很会分析，而且非常有深度内容，台教会的副会长陈立甫陈老师。哎，四八六，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教会的陈立甫。对，那我们今天来谈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台湾的价值，台湾的观念，我们现在是不是台湾已经独立了？哇，那当然这个话题它的框架会非常的大，我们可能会分好几集来录，所以呢我们先请那个陈老师。陈老师，为什么我们要修宪？以前国民党他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呢，它到底是有哪一些地方呢？它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我们的宪法。那我们现在我们台湾整个这个局势，整个政经的状况，整个跟其他国家的一个接轨，为什么我们要来修宪？很多年轻人不懂啊，不修宪也没差啊，对不对？啊，扛回叫走啊，急躁逆啊。对，因为这个宪法哈是一般有水准的国家啦的民主开发进步的民主国家、先进国家才有的，人类的智慧的产物嘛。因为古代没有宪法嘛，皇帝讲什么话就是君王的言论哈，一言就是法律。那他一句话就杀头，一句话就没罪放回家，对不对？但是民主国家就是说要由人民共同来决定，那人民没有办法天天决定。因为除了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国家就有2000人、3000人城邦以外，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大家一起决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委托一些人替我们执行，那个就是官僚嘛，对，统治者、公务员嘛、贵族嘛，那要做这些事情的话，你要有一些规范给他遵循，不然他每个人都变成大王、小王了，大猪大蚁，对不对？所以就会定出，所以国家需要法治，法治是人民制定的一个法律的约束的规则，交给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去遵守。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用天天开会讨论这个人有罪没罪，可以做不可以做。对，所以没有法律就没有近代国家，因为就没有管理的基准嘛。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公司要定规则，对，家里要有家规啊，学校有校规，就是要有所遵循。交通到底是靠右边走靠左边走，红灯是停还是行，这个都是要定出来。是的。那么法律的层次里面最根本，我们在法律学里面叫做宪法。所以一切法律都是由宪法生出来，所以它是法律之母啦，就是宪法，也就是法律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基本基础法法治。那么人民因为人民太忙了，各行各业都要生活，所以我们就共同制定了最重要一部宪法。之后宪法制定完之后呢，就由我们委托的这个立专业的这个政治家，我们叫做国会议员，对，再去修订、修正，去这个填满其他我们需要的细部的法律，这个就是立法院制定的法律。对，那么立法院制定的法律以后，交给这个公务员他们去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没有挚爱难行，或者有一些这个模糊不清的部分，立法院会委托给行政机关制定命令，他会发布命令。在做更加的周延，让我们有所遵循。好，例如说我们会说不可以盖违建，违建可以拆掉，那么要怎么拆，几天内拆掉，盖什么样超过什么比例叫做违建，这个就是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认定嘛。我们就说那人民的财产可不可以随便拆，不可以，我们要保障人民的基本财产，这我几倍我开我 key 这是我的，所以这个保障的权利来自宪法。对，所以宪法规定呢公民有财产权嘛，那么这个财产权宪法规定有什么情况可以限制啊，如何限制，这个是由立法院就定的法律。所以宪法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基于宪法。那行政机关，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收听本节目人一定最痛恨的那些规定，其实都属于命令程式，也就是我们最讨厌警察，因为会开红单，不管是违规停车或是这个超速，对不对？那个才是日常生活嘛。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在法律在
下面的这个命令的、啊、所以警察可以罚你多少钱？罚你600还是900？好、哦，他有一定一个范围、嗯，那他什么情况要罚？哦，这个也不能超过立法院定的法律嘛。嗯、那立法院凭什么罚你？因为宪法有规定有这个授权。嗯，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的公民不重视宪法的结构，一天到晚去计较说罚单要罚900是1000还是罚1200哈，其实都知微末节、嗯。因为你最厉害应该是找立法委员直接把法律修掉，他就不能罚你嘛、嗯，对不对？那如果立法委员搞不好他不听你的，他就是要制定这个法律怎么办？你去把宪法把它写死的，或是写清楚的，写立法院想定这个法律的门都没有啊。嗯、哦，这个就是所以说。你们想主张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把宪法里面就明文规定有哪些权利。嗯，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于说，很多人主张修宪是在于我们的宪法从中国的南京带来以后啊，1935年制定到现在已经快要100年了、嗯嗯。那它其实100年前人类的根本还没进入第三波的资讯社会，现在都已经到第五波了。嗯，所以现在的宪法的时空背景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的条件水准还有人的生活方式跟以前我们在人类在1990年代就联合国就宣布进入都市化全球都市化时代、嗯嗯、这个各位比较不了解就是我们的社会人类发展指标认为全球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住在都市当中而不是住在乡下、嗯、所以乡下人、嗯、地球人住在乡下的比例是少一半的、嗯、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过都市生活可是不要忘了1940年代中华民国宪法通过的时候人类1/3以上还是住在乡下、嗯、所以这个宪法是为了乡下那种缓慢的松散的生活所制定的人跟人互动没有那么密切、嗯、那么100年后人类互动那么密切生活的紧张跟冲突还有国际全球化之后的流动美国在100年前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一个州啊对，没有出过一个郡啊，现在全台湾每一个人几乎都去过日本啊，对不对？是搞到出国对不对？啊，而且还一年去好几次啊，好几次所以这今年疫情才没有。可以，所以现在的国际流动比100年前多太多了。是，所以我们的宪法里面规范的一些人权、文化的一些基本标准，还有移民也自由移动。我们台湾有很多外来的新移民什么的，然后我们去当别的国家的国民也有。那这样的文化的冲击融合也必须在宪法里面规范。最明显的，例如说我们的宪法就没有考虑到同婚的问题，嗯，因为那个时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对。而且人类大部分那时候还认为同婚是不道德的或是非法的嘛，对。可是100年以后，同婚的到底它可以不可以，已经至少是很多国家认为可以，而很多国家还在争论之中，嗯，跟100年前完全都全然没有一个国家同意是完全不同的，嗯，那也就是说100年前的宪法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是。那你要不要把，哎，我们都可是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把，包括日本宪法都把婚姻的自主性跟这个应该受人应该依据自由意志所构成变成一个宪法的基本内容的时候。包括我们国家的宪法或者多数国家的宪法其实并不会考虑到同性的婚姻是一个是不是应该被纳入宪法的讨论我没有说一定要放到宪法我说连讨论都不会所以现在的宪法的情境跟100年前是绝对不同的是那么全世界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包括美国的宪法是从1780年代制定完成到现在更是已经200多年了人家是用什么例如宪法用宪法解释或是修宪的方式来处理，像法国是制定一步一步新的宪法，德国也是这样重新制宪来处理。那中华民国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中华民国就是都不要处理，不要用就不用改，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传统。例如说就不要制定，所以国民党的就是没有制定宪法。他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他制定训政实习约法，这个约法是由国民党这一党制定。好、哦，他没有制定宪法、所以他也不需要人民同意，是，所以他就是自己用以党领政自己定嘛。那么这样子当然对其他政党不公平，因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是一党制定、其他各党就希望说我也要参与，可是我要参与，我不可能照你国民党的游戏规则，所以有一个制宪运动就开始要求要比照各国要来参与这个。人民的共同基本法律的规则的一个制定、你要叫我服从这个我要参加我才服从、我不参加我为什么要服从、这不就是美国大革命的精神吗是对不对美国英国国会制定美国殖民地要缴茶叶税然后美国的殖民地英国人都必须要遵守然后美国的殖民地人民还不能选英国国会议员到英国伦敦去开会那我不独立我要干什么当然要独立、我自己建立国自己就自己制定议会设置议会自己定自己的宪法嘛那现当初国民党是全中在全中国他连宪法都不定他定约法
然后他自己一党自己制定，他不经过人民。嗯，那这个当然造成共产党判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嘛。嗯，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民主，所以我们共产党要民主，我们要什么？所以很多人也相信中共是想要改革，他要民主。所以中共一开始也参加这个制宪的会议，最后他退出，因为他不愿意接受那个。啊，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当初国民党是谁可以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的游戏规则是国民党一党决定的。嗯，他说什么可以选几个，怎么选是国民党定出来的。游戏规则他都说了算，对，就是他由他决定。对，所以这个宪法要怎么定？国民党召开的会议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还有你民主同盟里面比较有名的党就是这个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几个参加，然后他们几个协调来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大家注意到我刚刚讲这几个党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那种族群的或是属于自治观念的，例如说没有新疆要独立或西藏的，对不 对，他们都没有参加嘛。嗯嗯，所以他是以中国意识为主的、汉人为主的这一个、国民党认可的竞争者跟他的一个花瓶党们大家开会决定。而那时候蒙古西藏或是其他地区他们是不想要跟你建立一个国家的，所以他根本连派代表他也不让你来。嗯，那这些派代表来的里面他们所制定出来的宪法其实是他们几个党瞧出来的，并不是经过人民。当然这是草案是 OK， 可是这个草案问题是国民党跟共产党里面最大的争议是共产党希望有国民党不可以超过三分之二，共产党跟其他的小党加起来要超过三分之一。嗯，那因为宪法的修改跟这个有否这制定的否决权是要过三分之二啦。嗯，好、哦，所以他们认为不能让国民党一党修宪，最好的做法就是国民党分配到的制宪代表不可以超过三分之二，要三分之二少一个，是共产党跟其他各党的要求。但国民党连这个都不答应，国民党就是你们各党加起来就是不可以超过国民党，就是说国民党一定要确保三分之二至少刚刚好。嗯，好、哦，我一定要。必要时我要全部自己通过，我可以不要理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宪法制定过程是非常的，从中国的立宪史来讲是非常肮脏的。比如说既然各党的教仗是说我要一定要一党可以通过，另外说我至少要让一党不能通过，那这里面制定过程最荒谬的是这个制定的过程里面，原来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是民国五五宪草啦，民国25年1936年讨论的。大家注意1936年台湾在哪里？台湾是日本总督府在管理的，是，所以台湾其实是没有代表的，日本时代。对对 对，但是国民党有安排说未来如果中国行宪以后会让台湾住在台湾的中国人、选出侨选国民大会代表参与通过宪法跟这个执行总统选举的。但是大家研究中国历史就说，对哦，那台湾还不是有代表是用侨选方式？错了，所谓中华民国的侨选代表指的是住在台湾的持有中国籍向台北的中华民国领事馆登记的侨民，不是指所有的台湾人，是指中国人持中国护照来台湾工作的这些侨民，对，受台北的中华民国领事馆管辖的人，他们可以选一个侨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去参与这些，这跟我们其他真正台湾人有什么关系？是，所以这一部宪法从头到尾都跟我们没关系嘛，因为是他民国25年制定的时候，我们还被日本统治，还是日本领土。他民国35年要实施通过的时候，我们是被补选的。后来说，不行哦，台湾好像已经好被中华民国接收了，我们应该要有他，不然以后怎么管理他？所以那时候特别补选了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那这个补选是一种遴选，其实不是真正的临时选举，而且是已经遴选啊，挑选啊，遴选不是真正的啦，它是一个间接的一个遴选。然后这个遴选参加的结果也是在所有的宪法条文都通过以后，他才不遴选上去，他只做投票动作，不做内容讨论。所以中华民国宪法从整部宪法里面其实跟台湾人几乎完全没有关系。结果就通过以后就要在台湾用了。所以这个宪法当然不会考虑我们需要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家量身定做的衣服跟鞋子，结果人家拿的回收箱的鞋子来就叫你穿下去，结果是23号的，你是27号的，你要怎么穿？当然就不能穿啊，从头到尾都我们没有参加嘛。那这个东西很多人不关心，这个是因为国民党，我们台湾人很悲哀。这个宪法第一个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讨论，所以我们不关心条文内容。第二个，来到台湾没有一年之，来到台湾的时候，宪法通过的时候，台湾正好那一年宪法通过要执行那一年，
台湾爆发228事件，就是台湾人被杀了一两万人，大家都不敢讲话，还实施过戒严。所以这个宪法正式实施的时候，连那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在台湾都被杀了，张七郎，228的牺牲者，连你都被国民党挑去当制宪的国民代表，连命都不保了。还有那个台中的那个台湾省的那个律师工会理事长。还有台北市律师工会理事长都在228全部被杀光了，这些法律人被杀了一堆，还有检察官也被杀，这个法官也被杀了。所以对台湾来讲，中国在庆祝行宪的时候，好像终于要从威权转到民主了。台湾正好刚被228杀过，所以台湾没有一个民主的气氛跟自由的空间嘛，可以享受这个民主跟宪法的这个讨论，因为之前台湾在讨论民主都被抓去228处理掉了，所以中华民国说哦，我们现在要保障你的言论自由，你赶快讲哦，你可以发表，谁敢卷都被抓光了嘛。然后即便这样，因为民国36年行宪以后呢，37年中共就全面叛乱，所以国共就内战，内战以后也没有实施民主，38年5月19日就宣布戒严了，台湾就已经宣布戒严了，所以。所谓的真正中华民国宪法名义上在台湾实施的时间也不过才一年多，所以很短，然后我们还来不及换气就已经又被憋气，强迫憋气了，然后一直憋到1987年5月19日解除戒严，所以长达38年是处于战争状态，更不要讲说正常选举，连台湾连省主席省长都不是选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省长是要民选的，台湾是用省主席制，那个是抗战以前军阀以后 这段阶段用党来指派的，这个也是很好笑，是行政院指派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县长跟县省议员的选举是基于一种行政院的命令在选的，还不基于国家的法律在选的，完全就施舍的，就行政机关施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从来在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进入真正法律，在一般的公民没有进入真正法律讨论正常政治生活的阶段，所以你们不要太期待5、6年级的人他懂什么是民主，他这辈子没有呼吸过民主的空气，所以他们现在在，不过他们现在因为他钱比较多，然后时间比较多，所以他们都出来选，然后教我们民主，其实他没有喝过民主的水，吸过民主的空气，他还教我们台湾要什么民主，笑死人了，那时候稍微想要呼吸一下民主空气都中去绿岛了，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运气很好，还活得出来的也没有很多嘛。活得出来以后，因为就算活得出来，因为被关了20年20年，也家破人亡的，家道也中落，也没有钱可以选举啦。是，说老实话，也选不上了啦。所以台湾现在就是由当初觉得不民主也生活也很好过的人在掌握财富跟权力，他们当然对于台湾的民主化一点都不急嘛。对不对？如果你喝过民主水，吸过民主空气，你就是一片刻也不能没有啊。你都已经40、50年没有民主了，你还管他有没有民主。